年是2003年的最后一个赶集日了，农历29了。看一下这个人挤人的盛况，朋友们，这集市我都不敢进去了，担心等一下买点东西都出不来。好多人哦，好挤哦。好。这边路口更挤，天哦，你看，这个进这个市场的这条路。看这边的板栗都卖不赢，这边人多啊，人多得很呐。下午再去了，下午再进去买点水果算了。哎呀，大宝贝今天一早就起来写对联了。哎，传到电视上的。嗯。弟弟呢？弟弟去旧房子玩去了。好，那你好好写啊。我去店里去了。哦，拜拜。好。朋友们，可能是我经常亏钱的原因，宇哥这次为我省大钱了啊！那个开心果，我叫他装一斤一袋，他就给我装半斤一袋，而且全部发出去了给朋友们。现在我全部要联系退款了，真的是笑死了，一人的数量只有一半。哦，姜糖哦，好好好，算了算了，还剩这两三包，别装了。我们家里妹妹也得吃一点，这是幸亏宇哥，你就拿两包回去哈，你拿一斤回去。好，谢谢。年货没啥，就拿这个了哈。谢谢，谢谢老板发大财。好的，发财，拿什么？那你的四楼。那本地的朋友要的，那你自己去补货给他们吧。那，来来，两一箱板子，两桶包，两张纸呢。哎呀，嗯，谢谢。小小红包啊，来给我买书。谢谢了啊。没有多的，少一点，小一点。嗯，有多这么大一个红包。可以，拿好，拿好。好厉害，谢谢啊。朋友们，人与人之间真的是相互的，看一下。今天是那个帮我做事的大姐的老公给我送饭来，然后又给我做了烧烤来，你看，他说他们一家人在外面吃饭，然后聊起来就说，我对那个大姐很好，然后那个大哥就也是很有情义的，还特意又烤了烧烤，他说怕那个菜不合我胃口，然后宇哥就是，昨天不是帮忙。别人做喜事嘛，今天又去吃一个蟹煮宴啊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给我带饭了，我就在这里吃一点算了。看一下外面，我们还在炒板栗，还在炒，板栗都不够卖，今天吃烧烤喽。这个是什么？红薯粑粑应该是，尝一下。嗯嗯，这个外皮脆脆的，好好吃哦。嗯，要板栗吗？好，宇哥来了，我先回家了。今天电脑都拿来了，你要哪一种？这种吗？好，这里大概还有10斤板栗，今天晚上应该够卖了，不炒了啊。嗯。反正你看嘛，如果还要再炒。到时候不够卖，再买再炒了呀。嗯，我们这个生意就是越到晚上越晚就越有生意，因为这些都是吃夜宵一样的。嗯，回去了啊，太辛苦了，回去还有事要做。哎哎，你们两个在研究啥美食啊？啥啊？这个是结晶糖。结晶糖啊，一丁你写的对联呢？啊，把我的门堵住了。你什么堵住了？你干嘛了？今天就是玩橡皮泥了。没有啊，练字。你练字了？嗯。我看一下。后面全是我写的。要加油啊！啊，要按照笔画笔顺来呀、啊，走，好吧。嗯，加油喽。
哇。咦，那到时候你把它打包起来，一定一幅一幅的卷起来，啊，拿给外婆家也拿几幅，好不好？外婆家拿几幅？两三幅吧，我们家只要两幅，啊。这个翼子哈、啊、不对称了，你看啊，这个你看看。没有它。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它这个地方要留大空。这样子啊？我看的模板上面是这样写的。我以为不对称了。哎，那一幅好呢，那一幅下来。好了，很棒，泽泽也很棒，都要加油啊！我们还打扫卫生呢，把家里全部都是一堆一堆的。今天晚上的任务还很重啊。今天姐姐把那个猪头皮肉还有五花肉都拿来了，然后我还要做盐焗大鸡腿，还要炸花生米。看，姐姐她还拿了一块这个做好的糯米血肠给我们，这是用猪大肠做的，这种才正宗，非常的好吃。现在先把这个任务给加班加点的完成。娜姐在干嘛？哇塞，有红皮肉啊！对呀、啊，这才像有年味啊，这才有。你进来能闻到吗？就是闻到香味，不知道你在做啥。今年腊肉也没做，腊肠也没做，赶着做生意去了。嗯。然后姐姐拿这个红皮肉来做，家里面好像真的才弥漫了一股这种年的味道啊。嗯。嗯。哎。怎么了？你手怎么了？我今天中午说的，我这个手有点问题了。你那应该休息了，劳累过度也没有好好的休息。可能是用手过度了。刚才我只觉得有一点痛。也没有被撞到吧？没有。手累了。你来把这个花生米那个盐塞好一下。嗯。我看一下，你说手痛，把手机就不痛了吗？我要把那个供货商的款给他全部清了，不能欠人家的账过年了。啊、哦，也是的。睡觉了。我这手明天要去看一下，真的。嗯，你去看。是会关节痛吗？我不知道，隐隐的痛。我以前也经常痛。那你怎么？那怎么好了？我以前是去钻啊，天天拿着钻，一个手机一天拿着几千个钻。那可能是我这个手真的，这些天用它的频率太大了。嗯。明天去医院看一下再说。嗯。就这样。